9月26日，在上海某颁奖典礼现场，郑爽获封年度最具搜索价值电视艺人。在上台领奖的时候，面对主持人说：“有什么想对粉丝说的？”郑爽没有对着话筒，转而深深地朝着台下，深深地鞠了三次躬，表达谢意。有网友评论称：“无论外界怎么说你，一直都喜欢你。率真的性格，清爽的打扮，娱乐圈里没有几个人素颜到处走的。不只是喜欢她的素颜和穿着，更重要的是她这个人。”